가게 되잖아요. 우리 다 자고 있잖아요. 항상 빈센터거든요. 여자들이 막 소리 지르고 끌려나가는 소리 들리고 갔는 남자애들 데리고 막 강제로 김강숙이가 불러서 갔는데 겁탈을 당했어요. 그때 당시에 그걸 몰랐어요. 그게 이제 성, 10살 때 가서 뭔 성을 알고. 아, 요 놈요 참 이쁘게 생겼네 하면서. 애들 다 있는 데서도 뭐 하고 막 그냥 막 거기 그냥 그때 왕강이 왕강이 반항을 했죠. 근데 그 그리고 얼마나 제가 많이 맞았는가. 하여튼 그 모멸 같은 가운데서도 있고 좀 그 또 두드려 맞는가 하고는 또 새로운 그런 게 있지 않습니까? 이렇게 그 지금 그 충격이 아직까지 지금도 막 내가 하는 일이 순도실 청소하는 건데 어떤 걸 내가 청소를 하겠습니까? 혀도 자국 치우고 그 뒷마무리인데 사람 눈이 열리고 他们被打的时候会意识到一点，可能我没法活着出这个地方，但没想到这惨不忍睹的地方也来临着审判之日。1986年的12位蔚山金龙元检察官，他因为尚不把他发令到蔚山，因此到蔚山没多久，他为了兜兜风去爬了山，但是看到奇怪的东西。检察官，你看那边，那边人走来走去，但他们有点不对劲呀。检察官一看，这么深的山里发现有数十个的人在施工，这些照片是检察官用望远镜头亲自拍下的照片。做什么施工需要木棍呢？他偷偷地跟踪了他们，发现他们进到像猪棚牛棚一样的地方，然后拿着木棍的人们把他们给锁起来，甚至进去了的那帮人们的脚腕都锁着铁链以防他们逃跑。제생각아주단순했습니다이건중대한범죄죠단한명을갖다가이렇게감금하고강제노동을시키는그것도중범죄잖아요수십명수백명을갖다가이게말할필요가없잖아요他立马开始进行了调查，发现168名人员在那儿做了6个月的强制劳役，他们都是兄弟福利院的人员。兄弟福利院不是在釜山吗？他们为了扩展福利院的规模，带人到蔚山新盖建筑，因此检察官拿完令状，直接攻入了釜山兄弟福利院。开门！门被打开了之后，大家都目瞪口呆。这儿完全是一个小型共和国，光宿舍有60多栋，除了宿舍还有工厂、教堂、学校、理发所、洗浴室，总体面积有28955平方米，总被关着的人数3164名，其中未成年人有900多个，除了那些，那儿还有精神病栋以及残疾人小队，那儿的人因药物中毒跟僵尸是没有什么区别。这儿负责人到底是谁？检察官公路到院长室，院长不在那儿，但有个东西很耀眼，铁质金库，打开里面有20亿韩元。奇怪呀，一个福利院院长金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现在马上给我传唤院长过来。院长到场之后特别的拽，喂，谁让你调查我呀？啊，我不接受你调查，叫你检察长过来。原来他拽是有原因的，他打开抽屉拿了个总统发的奖状给检察官看，我是这样的人，别随便碰我。这个朴院长在社会内称福利界的活神，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献给流浪者的天使，在福利院内呢被称为首令爸爸。在这里面我就是个法律，谁不听我的话就是死，因为这是我的世界。院长收这些流浪者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真因为感到他们可怜，真想帮流浪者？当然不是，他有其他目的，名叫内务部施令第410条。당국에서는이들을보호교화시켜노동능력이있는자는자활의길을갖도록하는등정부에서는앞으로전국에걸쳐불황아와거린들의구호대책을서두르고있습니다意思就是建造相关的设施收纳流浪者们，国家还给相关设施运营费，甚至按照我这法律规定的话，福利院以自立的名目可以带流浪者做劳动。收纳流浪者可以赚不少钱的嘛。
1981年，首尔被定为88年开奥运会的城市，但一看街上呢，有很多不想让国际友人看见的东西，觉得被看到了会感到丢脸，因此政府决定做环境美化工作，整理掉国际友人们看到不太好的东西，包括人。여기들어온이유는인간쓰레기기때문에들어왔다。因为这是总统指示的事项，因此警察们也从那年开始积极地做美化工作，每抓一名流浪者，他们还能拿补偿金以及业绩加分。就这样，兄弟福利院慢慢变成院长的小王国。在兄弟福利院死去的人数总共513名，可是这数量呢，是院长报出来的数量，可能比这个多好几百个，因此检察官决定调查到底死了多少。可是各种各样的机关都因为朴院长挤得不得了。当天晚上，金检察官就收到了一通电话：你这么做下去，你会出事的。不想出事，那你把院长给放出来。是谁的来电呢？是釜山市长。甚至检察厅也来了个指示，把院长贪污的金额扩小为7亿以下，这是业务上的命令。贪污的钱越少，那不对院长的处罚也一起变弱了吗？金检察官这么描述当时的情况：朴院长是非常伟大的人，多亏朴院长，街上都没乞丐了，不是挺好的吗？原本我想给他判5期徒刑，可是总统对待这件事的角度这么明确，我的原本意图也就这么一起封锁了。最终对釜山福利院的调查就这么终结，他只起诉了蔚山福利院做的特殊监禁以及贪污的行为。然后法院最终判法是这样的：你起诉的特殊监禁罪是正当的职务行为，因此法院判定无罪。原因是院长是按照内务部训令第410条来去做的，院长是按国家的训令去做的事，怎么能说他有罪呢？因此院长只是因贪污，最终就判了2年6个月的牢，零罚款。那出了监狱的院长之后过了怎么样的生活呢？好好反省。不对，他改名又开了个福利院，收纳残疾人以及精神异常者，利用他们还向国家拿钱。那被抓了的孩子们有回到家没？孩子们最终怎么样了呢？院长把福利院给关了之后，把孩子们送到其他设施，而不是家。小郑也一样，他被送到了保育院。到了保育院后，小郑好不容易联系到了亲戚。不过，小郑啊，你爸爸前几个月去世了。아버지가나와가지고일하시다가뭐장례식비는벌어놓고돌아가셨다고이렇게이야기하시더라고그래그때하여튼날씨좋았는데전화박스안에서제가공전화박스안에서그때제가2시간인가 3시간인가막하여튼아무생각없이눈물이계속나더라고요막펑펑울었죠아버지있으면제가한번사랑한다고말씀드리고싶은데그게그예그렇죠그그럴겁니다아在兄弟福利院出来了的孩子们，到社会之后从没说出来过兄弟福利院的故事，原因是说出来怕别人认为他们之前是流浪者，他们不想被别人认定为流浪者。도랑인수용소아니냐네가뭔가잘못했으니까거짓처럼행동했으니까잡혀간거아니냐然后就这么过了25年。2012年，有个男的出现在国会前面示威：我是从地狱中活出来的孩子。내나이는37이지만9살짜리가이야기하는겁니다들어주십시오라고했었거든요可是呢，现在要处罚他们也没法处罚，因为朴院长2016年已经去世了，甚至这个案件的公诉时效也到期了，被害者们自己去寻找小时候兄弟福利院内的个人资料卡，也收集了能事实证明的资料。然后最终这个案件发生了整整第33年的时候，国家决定重新调查这个案件。우리가아마가장원하고있는게어떻게보면여러분들이누리고있는그아주평범한들그평범함을다시누리고자하는마음이아마가장큰소원일것같아요